我这是带着小狗子到商店去买点鸡蛋和牛奶，这样让孩子知道了，哼，他又可能 older 了。其实我买点东西又散步啊又好。刚才遇见了一个 Portugal 的后代，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以前从葡萄牙来。然后他生在这儿，他我看也得有70岁以上了吧。然后说到这个 Portugal 呢，就是葡萄牙这个国家，就不得不提那个 Brazil 和 Macau。Brazil 是巴西啊，Macau 呢是澳门啊。你看他不听我话，我告诉他要买东西，他不跟我走。